陈科长哈，就是大力支持我们这个计划。那也真的很谢谢千姐老师，把这个计划其中一个亮点留在我们东山。那东山其实有很多特色，也有很多文创，还有青创团体，真的很需要，就是说我们公部门利用就是一点资源。那让我们有机会把这个整个青创文创还有青农的轴链把它串联起来。那一样很有事呢，这个活动我记得好像10月10号也会在我们东山乡这边有办一个市集。那这个市集那个千姐老师真的很用心，那我相信我们整个东山的特色也会在10月10号让所有的观光客还有来宾知道我们东山的小镇文化跟小吃文化。好，那最后真的是很谢谢千姐老师，也很谢谢我们的的科长，好，还有谢谢各位长官，谢谢。